这，我妈抱抱的。吃饭，来。寿司，寿司，寿司。这个好。哎，有惊喜，你要惊喜吗？哎，我吃错了，我不好意思。鲑鱼才是我的。是这样吗？对。都有。那我的波波蛋不给他一些？不用，还有。那我加 wasabi 咯。好，那个。我们还有的。冰箱还有，不用担心，很多。贝尔猪。还用小声一点可以吗？自己在家里用这个冻饭哈，然后配这个自调的调酒。对。嗯，吓到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他走到一半，我还。麦克风都放这么近。如果大家都觉得没声音的话，我下次就要手持了。吃东西的声音啊？没有，这个麦克风不是啦。你说那个 SARN 那个，吃播的那个，可以吃完吗？嗯，哇，不好哥哥啊，要不要？嗯，那还没吃完。完蛋了，防疫期间在家一直吃一直吃，会变胖。完蛋，都没出门。我妈给我吃。好棒，防疫期间在家当肥宅。那个你朋友不是他去那个大卖场要买的时候只剩。双响炮，对，他都只剩双响炮，太夸张了。我说你傻了，去 Seven Eleven 买就好啦。他说对啊， Seven 的那个货啊，超充足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跑去卖场跟人家抢这些。卖场还要排队。卖场是比较便宜一点点。真的，他买多少？真的去便利商店买就好了。你今天看，不是从那个全脸啊，从里面排到外面是很外面很远呢、欸。我呢，我在家，因为我去旁边银行领钱，哇，怎么那么多人？经过哇，大家归超满。因为我说真的，就是大家为了，如果为了一点点，就是便宜那一点点。但是去人挤人排队，这好像就没有防疫到了。而且平常不，我跟你讲，是恐怖就在于这个购买的。平常不去便利商，不是平常不去大卖场的人，最近都跑去大卖场。因为走大卖场可以逛啊。感觉我吃的好吃。什么这个？辣。这个。辣。这辣。这辣。你要吗？辣辣、哦。那你是你？这个吗？你是你波波蛋吗？没有啊，还有。这个。这个。要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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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他沟通，看他想要哪一个。这个。买上，你要哪一个？啊、哦，不知道。卫生纸。这里啊，大姐就在你旁边，远在天边，近在旁边。来，你的位拿去、啊。这个，在这里。我女儿也是蛮厉害的。我们都误会她想要寿司。吃寿司就要满满的芥末，那这么烫吗？烫。
但是那天那个很像。爸爸。干嘛？哦，妈妈，叫我弄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吃嘛。妈妈要，爸爸要。把这个丝咬掉而已啦。妈挤出来啊。这个呢，它其实是水果，水果的，就是一般的水果，5%吧，3%这样，然后加点点番，然后加点点柠檬，然后配一点薄荷，它就是一杯很棒的夏日调酒。嗯。防疫期间在家喝酒，然后狂吃，吃零食，真的。家里储备的零食可以拿出来，然后顺便跟大家告知一下，乐华夜市也要休息一个礼拜了。对，所以想逛夜市的人，我觉得最近应该，最近的那个夜市好像都不用去逛，应该都差不多。吃完了，好。因为我觉得也是对的，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，夜市是不是也会休息？因为、那個、夜市是个破口，不是？是因为那个什么啦？彰化、台中的夜市很多都关了，夜市休息啊，商圈没有。对，如果我叫乐华商圈的话。逢甲不是逢甲商圈全休，一中街不用。也很特别，没有说不定过明天就休了。有可能。但是我相信。哦，对啊，我要跟大家讲。有粉丝说，我们没看新闻，今天是180个人确诊。我们的影片啊，是今天拍，明天放或后天放，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。前两天拍的，就我在拍的那一天呢，是29个确诊，没错，是昨天。但我昨天29个确诊，我马上跟大家讲，我不可能马上放出来，一定要常看我们影片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一定是隔天。而且呢，懂一些基本概念的人也知道说，影片在拍完之后要先做一些简单的处理跟剪片，不可能那么及时的。常常像我们已经算很及时，常常放片子上片子上很快。都是过两天，都是有过一段时间才会出来。29例是108啊，180的前一天。对。所以，那其实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习惯嘛，都想今天，但是影片不一定是当天，隔天放也不一定是当天放这样子。说不定我今天拍的影片，我一个礼拜之后才放，也有可能。所以什么都不一定，所以不要说。没看新闻，现在谁不看新闻呢？这种状况，是不是没看新闻，手机都在跑了？哇、哦，好辣！哇，慢慢吃。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很难跟大家聊即时的时事。很难聊。对，比较难聊。嗯。除非不用啊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聊聊天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啦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希望明天起床，就是不要再醒着。我希望减少啦，我觉得不要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觉得不要再变多了，越来越少，好不好？大家共同抗疫，拜拜。